还是？我现在的身体病情有点加重，后悔，胸闷，浑身虚汗，没有点力气。今天、明天、两天的检查结果，要不行我就计划转到西安人民医院去，到西安进行住院。因为在房县人民医院曾经耽误了我四天，到渭南地区医院因病床紧张不能住院，我就随即在华县博爱医院住院。现在身体很困难，我还是决定到西安转院到西安，再没有别的办法。求神怜悯我，求神帮助我，求弟兄姐妹都为我祷告，使我的身体早日康复，为耶稣做见证，荣耀耶稣的名，别无所求。